师父涅槃前未发布的经言。一，编者按，师父闭关期间至涅槃前夕，仍然孜孜不倦开示佛言佛语，并做了诸多开示。现在尚有十篇尚未发布的开示，仅以此经言以享广大佛友和弟子。师父一生奉献众生，无我利他，只言片语中皆是如来智慧，令我们受用终身。博客将每周一篇发布，与大家共沾法语甘露。反复的锻炼，才能坚定你坚强的意识。菩萨怎么会成金刚的？百炼成钢。练就是练就你的心力，不被外境所困扰。无论外面再怎样，你都不改变，这就是心力。为什么有些人碰到事情就变，而有些人如如不动？这就是一个人内心的力量。坚持念经会有心力，坚持自己的理念会有恒心。坚持不下去的人，因为自己的理念不够坚定，所以才经常会恍恍惚惚，有时候很恨自己，就是因为不够坚强，经常变来变去，心有所动，心随境转。心随境转的人不能战胜自己。不管外境怎么变，你还是做你的工作。这就相当于你在工作单位，人家把你调到其他任何部门，你都好好工作一样。不会因为部门变了，你就工作不努力了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什么叫意志？意是从你的意念中来的，志就是你的志气。你对某件事情的坚持，就会有志气。意念决定你的意志，意志锻炼你的意念。意志可以让你的意念更加坚强。意念就是念头，一念善升天，一念恶下地狱。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念头，要靠自己坚强的意志，这就是最重要的。人生虚幻一场梦，心转境转心如盲，意志坚强心念空，心如金刚无所动。